叫光头强，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，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。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。不过最近我总是做一个梦，梦里有座小镇，还有两头熊。博士，改变了你的命运，我们用这种能量进行时空旅行。快上车，要开车了！来了来了！你做了选择，离开他们，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全都会死！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死的！做了那张单子，你又得回森林砍出去了。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这里有我的朋友，这里的每一个瞬间，甚至是一草一木，都是我真正想要的。走吧，我们去把事情完成。现在让我来保护你们。艾玛，小宝贝，跟他们拼了。你确定要重启旧时间线吗？你就不该来这里。